颐和园呢，我们进来以后哈，先拍拍照，因为这个颐和园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哈，后边那座山万寿山，这个水呢昆明湖啊，里边呢分为两大部分啊，一部分呢是生活区，一部分呢是观赏区，还有一小部分呢是办公区啊。那想把这个山上面这个阁楼啊，我们叫阁楼，不是塔哈。这个呢，里面供着一个小的千手观音。我们如果想把它拍下来的话，只能在这里拍，山水相连拍下来。好啊，走。我们一会儿走到那边去以后呢，就拍不下来了哈。所以各位哈，现在在这里哈，这样。干嘛呀？先在这里先拍照。拍完照以后我再看到了吗？听我说啊，先不要着急照相，一会儿呢我肯定留时间。这个佛香阁呀，就是我厕所照完了马上去厕所门票的地方。我们一般的旅游团队呀是不往上面走的，所以我们的长廊呢走到多一半的地方呢才能到这个佛香阁的地方呢。如果在哪里呀？我们这个圆木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看看这种出去正门的王妈好了吗？叫做仁寿殿，给外包的姐夫怎么做的？还是宝妈？The lady born and she said not nice. What's flat flat one? She said orange. 再买两斤吗？我觉得那些不，那边二十五斤是吧？哦。哎呀，你是说哪几来条？还是one? 慈禧太后就生气了。好了，咱们大家看一下啊，进到这个院子里了，冬天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，那么是洞房，两间厢房。夏天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囚禁皇帝的什么呀？像牢房一样，幽禁他的牢房。光绪皇帝不是慈禧的亲儿子，是他的妹妹和皇亲国戚生的儿子啊。这屋子里面怎么有墙？这个房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一间屋子只有两个门。我们从这个门啊进去，但是呢，可以从对面那个门呢穿堂。所以在1898年的时候，所以为了软禁它，前面有人保护，两间屋子呢用石墙封住。所以他呢就把皇帝像囚犯一样囚禁在这个院子当中，两边呢。不过光绪皇帝最后不是死在这个院子，是死在中南海。对，中间是座钟，两边是花瓶啊。买那菜吗？菜多吗？来看过走。不知道，你看还有什么规矩？Thank you.
ask you to snap for them. I don't want to go for this one. Oh. 那你们是最臭的。来，快叫死。